快闪开！快点，贝雷要赶着觐见皇上的，快点！皇上回宫了，我该不该去见他？可要怎么解释？若照实说，东龙马上就会带人来抓石泰。还是先解决老妖婆要紧。我去跟石泰说，晚上就进宫去找太后。翻了那边的柜子，还没有找到经书，那个老太后和宫女就进来了。我们去那边搜搜。母后，我扶见您。走，躲在后面。母后啊，您看我给您办成了这件事情，您要怎么赏我呀？叫你做件小事，也要讨赏，真不像话。这个还算小事啊？要是皇帝哥哥查起来，知道我拿了他的42章经，非跟我吹胡子瞪眼、生大大的气不可。你什么都有了，还要讨赏什么？我什么都有了，就差一个韦小宝。不行，你快要嫁给吴应熊了。哎呦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韦小宝。母后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靠自己把他抢到手。别胡闹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母后，我今天想睡在你这儿。他们说最近宁寿宫闹鬼，好多宫女太监都突然不能动了，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。哪有这种事？是奴才们偷懒睡觉，免得人家讲闲话，才编这些鬼故事出来。回去休息。母后万福金安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是皇宫内院，你好大的胆！没错，这里是皇宫内院。你是什么东西？胆敢来到此处？你是何方妖人？原来是武林高手。
你一身的蛇岛武功是从哪儿学来的？贵为皇太后，怎么会和神龙教扯上关系？我不知道什么神龙教，我的武功是一个太监教的。太监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海大富。他已经死了。海大富，没听说过这号人物。你刚才向我连拍了七掌，掌力阴沉，那是什么掌法？武当派的云柔掌。胡说，那是化骨绵掌。你出手如此残忍，说你用这路掌法杀死过多少人？本宫在宫中有很多人保护，从未动手杀人。练功只是为了强身。你是第一个清廷皇帝的妻子，第二个清廷皇帝的母亲，就算你没有杀人，我也容不下你。当今皇上不是我生的。他的生母是孝康皇后，已经死了。可你身为顺治之妻，他残杀了我千千万万的百姓，为何未出一言相劝？想当年，他只是宠那狐妹子董鄂妃，我与他很少见面，实在是无从相劝。